车上原本开心的唱着江蕙二姐的歌，下一秒却。 黑色轿车一个转弯，却跨越双黄线，直接正面撞击，力道之大，轿车整个弹起来，安全气囊爆开，挡风玻璃碎裂，被撞得驾驶痛得哀哀叫。你叫你来，你来，哦，我叫来呢。路过的民众看到车祸，赶紧跑过来帮忙。肇事驾驶被搀扶下车时，因为受伤，双腿发软，几乎无法行走。你敢掉你呀？无啦，我应该记一个啦，记一个人 这起车祸发生在彰化员林跟分园的交界山区，58岁的货车驾驶开车却遇到了逆向跨越双黄线的轿车，直接撞过来，还好他只有胸部撞到方向盘，受伤送医没有大碍。不过酿祸的轿车司机疑似因为疲劳驾驶，山区开车开到晃神，因此酿祸。警方还要追查厘清车祸原因。记者林继文、詹品宏，彰化采访报道。